连续的坐，坐得够远了，不愿意坐了，落手扣脚，落手扣脚，是落跟扣是同时的，两个脚尖对称的，膝盖仍然和脚尖一致，扣成多少呢？扣成往回来的45度，那就是这个脚在这边45，这脚在这边45，这是一个90度的关系。那这个脚扣回来多少呢？扣回来是135度，对不对？扣回来，身体不要往前趴，是正着的。哇，扣，身体很正很直，不要变成这样。同样的，提手转身垫步45度，劈拳的回身式，那就是我打完了左劈拳以后，落手是跟原来一样的，在落手的过程中扣左脚，扣多少度？扣135度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冲东的，脚尖冲东，如果扣90度，脚尖朝南，扣90度，脚尖朝南肯定不对。为什么？你要为往回打做准备，是扣成到西南，对吧？一扣扣到冲西南，为下一个三体式做好准备。这会儿身体转动了90度，朝正的方向，一样往起提手，胳膊还是裹还是立，跟那一样。到嘴这儿该吐了，转身砰吐出去，哎，反转了180度，对吧？你开始往这边打，到这儿落手扣脚钻出去，哎，回来接着打。